撒钱撒钱，欢迎收看艾森秀体操。我今天来到这边坐高铁这么久，第一次搭到云林，那干嘛呢？今天就是要来参加一个大甲妈祖绕境，但他们昨天已经开始从台中走，所以我没有跟上，再加上时间的关系，我只能来参观一天，所以我就跟我朋友约。他们已经走到云林，那明天就开始跟他们从云林开始走，走到嘉义。那我们就来体验一下这一次妈祖绕境。好朋友来了，在这里。嗨，嗨，充电。你好，充电哦。充电。那、啊、我们要去哪？可以去找那个中军的吗？哎、啊，你手机要丢在这里，还是先放这里？我们先去买东西。走走，我要拿这个。这几天只能吃素哎、欸。啊？为什么？下去的时候只能吃素。规定吗？对对对，这是禁忌吗？对，回来的时候 才可以吃荤。对。好。所以你只能吃地瓜。啊，没有那么虔诚的。也要。也只能吃素。你都来了。啊，体验一下是不是？好，吃地瓜。今天还自己带了睡袋，然后下面还有一个瑜伽垫，就来体验一下。反正等一下就是要跟着走，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要自己搭帐篷。Yes。然后睡路边。Yes。啊，帐篷够大吗？够，很大。这边大概就是我等一下要睡的位置。好，准备好了，该有的都有。今天就是体验游民生活的一天。现在要前进那个今晚要睡觉的地方。哪里？各位看到了吗？这里有个帐篷，今天就是要睡在这里。已经有人先入住了，里面有一点动静，还有点闪光。你的入口在哪？你怎么搬家了？哎、欸，怎么没有门？这里。在睡觉。树洞。One hour later。现在11:49，我要去追妈祖。比预期的早了2个多小时。妈祖不要跑！哇！在这里吗？对，在这边。等什么？等妈祖来。迎接，这些人都在等。哇，太狂了！今天已经是第几天了？第三。哦，12点过就第四天了。那、啊、你从脚踏车换成摩托车？对、啊，换高级机箱，高级机箱。要不要去那边看游戏？好，走。我们今天来的目的也不是说为了要吃宵夜啦。就是听说这边都会提供吃的，哇，太屌了！提供给各大信众们都可以吃免费的东西。香菜吃到吗？香菜吃的，都只能吃素吧？对 ，OK。妈祖要进来了，怎么那边？哪边？前面那个就是。啊，他不是从那边进来？我以为是后面。
好，金龙哥要你带过来，金龙哥听话了，不要紧。妈祖来了，妈祖来了。用优秀的，让你在下面来玩猫步。Hours later， 早安早安，这应该是一个蛮特别的体验吧？一大早就来高铁刷牙吗？刷完牙再去追一下大甲吗？看他现在到什么位置 ？OK， 刷完牙出发 ，Go。你很快耶，快到了，你很快耶。一大早的第一站就遇到，是吗是吗，是彪哥，是彪哥吗，是彪哥吗，哇哦大鬼，哇哇哇，心想事成，大富大贵，哇好，现在明年要回来哦。要回来哦。你要抛下我吗？加油！
级进香团，加油，坚持一点。累了请上车。累了请上车。好，你先走，我等一下追上。好，再见。拜拜。再见。现在我的铁马们都先出发了，然后我今天就是来体验一天而已，所以我打算等一下就是从这边开始就跟着轿子走，差不多要走 3.6 公里回到下一个庙，那中间就来看一下这边这个盛大的活动有那些精彩的地方，那我们就继续看下去了， GO！跟着他们走，一路走，今天会走到嘉义那边去。现在人爆多，超爆多，防疫期间口罩一定要戴好。看这个交通，看这个交通，超塞，超多人。速度很快，速度很快，我真的跟不上。看这个路，你看这个人。1 hour later. 咱们先挖掉，不然应该不大。这才是来这次的真正目的啊，超赞的，超赞超赞。一个很厉害的就是弄丢卡，就是大家会跪在地上让那个妈祖轿子从你的上面过去，可是今天疫情的关系所以不能这么做，但这里还是有很多疯狂的信众们，还是会用抢的方式直接跪下来硬过，但我刚没拍到，可惜。最大的体验应该就是整路的鞭炮像不用钱一样狂放，没有停过，一路狂炸，狂炸！这他妈最帅的就这台车了，最帅的就这台车了，太帅了！
昨天被烟火打到肩膀，刚刚又被打到头，我会变聪明。耶、yeah!现在不能蹲脚，大家狂放包包，火包包。太狂了，火包包，包包摆地上。啊！不要急，不要急啊！不要急，不要急。这算不算创新？淘汰没有了。中场休息，龙泉宫。快到新港了， yeah! 快到东泉，恭喜！我走了多久？两个小时，超热，应该30度吧。快中暑，快中暑，超热。我扛到叫，赞赞，一路狂吃，休息一下再出发。睡醒了，怎么了吗？刚睡醒。你没有睡觉吗？你没有睡觉。眼睛好干啊，好累啊。觉得我的脚趾等下没有办法站住，但好痛。妈穿错鞋子，操！睡饱又到了找食物的时间。睡饱就要吃饱，睡饱就要吃饱，吃饱才可以再继续跟妈祖一起行动。谢谢，赞赞，素兰甲，素兰钱啊，不是素兰钱，素兰甲，醋是我们吃啊，素兰甲。素兰甲，素兰甲，哎，啊，搭帐篷哦，这是第四天晚上要睡觉的地方，占领艺术高中。来，我们选这一块风水宝地，凉快。又软，我的帐篷来了。好了，好了，吃饱先睡喽。现在大兴宫这边等妈祖过来，就走最后一站到奉天宫，就结束往下的行程了。然后他们就要开始回程，回程再回到大甲，就结束了。但我直到今天，所以今天玩玩，体验一下，棒棒。
跟着妈祖有吃有喝，嗯，对不对？我现在还一直对，痛苦。你有没有吃？我没有吃。你有没有喝？有啊。你有没有拿？没有吃饱。没有吃饱。没有喝饱。没有喝饱。回去量体重看几公斤。应该会胖两公斤。你才来一天而已，吃超多。分身，我要走最后，准备往奉天宫。最后一站，现在这里都是人，轿子在那边。终点了，妈祖卡在太后面了，我们没有办法，只能先过来了，不然我今天来不及回去。我努力过了，有参与过程，这是一个很棒的体验，大家都可以来参加。不好意思，阿谁。各位，这就是妈祖的实力啊！妈祖的信众啊！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了，因为没有时间能等了，他过来可能会太晚，我还要赶车回去。那这是一个不错的体验，你们也可以来试看看，我觉得都还不错。那我们就下次见了，拜拜。来一天要洗澡、啊、来一天也要洗澡来一天也要洗澡要、啊